人爱。无论身份关系是好是歹，任何伊爽快的记，下次要再来。即马即间厝是恁家的，我是恁家的人哦，甲你这个细伙的，一点仔关系都无啦。明仔要即时甲搬走。阿兄，你敢真正无带领咱两兄弟的情分？情分？我已经甲你讲过，我早都无承认你是我的小弟啊。从今以后，咱个人行个人的路，我嘛袂插你啊。想袂到阿兄安尼对待我。请你原谅我，我无法度陪你行人生最后的路。敢是阿星？阿星，啊，你哪会家己一个伫遮咧坐啦？我出来行行。我知啦，啊，恁母啊，都拄啊好过身吼，你心情较郁卒啦。啊，是讲吼，恁母啊，都去天顶咧做神啊，你心情就放较开啊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赶紧吼要去送杨玲，啊，无我先来走啦。外口的人吼，讲阿成因母啊是去予阿成气死，啊，即摆看伊坐伫遐咧忏悔哦，凡说是真的哦。阿星，阿你过来看咯。嗯。阿星哦，阿星，阿星啊！阿高姐。哎。阿华，歹势，你咧困煞咧吵起。哎呦，阿星是咩咧房间咧困？无呢，他已经出去了。出去？嗯。啊，透早伊出去，啊是去倒啊？这我嘛唔知影呢。啊，讲我这阿星嘛真害，啊，我昨昏甲约好势啊，讲今日读书要殡仪馆，甲恁老母念经啊，啊，讲伊嘛要去啊，我来找找无人。高姐，我看说阿星已经离遐咧，无可能啦，阿星无可能离遐，因为我已经甲伊讲过啊，阮老母的后事吼，我家己会来处理，免伊来插，所以阿高姐啊，你嘛免无闲啊，吼。阿华，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恁老母的后事你要插，啊叫阿星莫插。因为这件代志，伊根本就无资格来管啊！阿华，我是唔知影恁兄弟的感情以前是安怎，啊，不过即摆恁家发生这种代志，伊做阿兄的人，应该体谅恁小弟才对啊。要体谅也是要体谅吼，这嘛是我家己的代志。我甲恁讲啊，为今仔日开始吼，吴德成无住伫咧遮，嘛希望恁以后吼，莫来遮找伊啊。阿成无住遮。哎，那安尼意思，你唔着你甲赶出去款咯？阿高姐啊，这本来就是林家呢，啊唔是我家，啊那唔是林家的人，我哪有可能让伊继续住伫遮呢？对不？阿华，你不感觉你安尼做，受过超过，受过无情吗？这要怪哦，得爱怪伊家己啊！伊无法照顾阮阿母，让阮阿母过心去，参像伊这款人吼，我安尼对伊无情，敢有算超过？阿高姐啊，这几天啊，多谢恁对阮的关心啦。啊，阮家的代志吼，希望恁这外人莫过来管啦。多谢恁。阿华，阿华，有村阿钓长你好。兄弟啊，啊你遐尼高早敲电话来海钓场找阿伯，敢有啥物代志？阿伯。我拜托你去开铺给阿成听，阿成敢有答应？哎呦，歹势啦，
阿伯一日无闲哦，煞袂记哩甲你联络。我有去啦，啊，毋过我去甲阿成因兜时哦，看到因两兄弟仔拄伫咧冤家啦。迄阿华偌歹人诶，甲阿成华跪跪伫因老母诶相片面头前遐。啊，我咧感觉讲即个阿华诶个性哦太歹咧。是啊，啊，我甲天山进前嘛要买物件去互因食，结果嘛是去互因阿兄扫。所以阿伯才伫咧想啊。即个阿端啊，这个后事吼，有因阿华等下伫咧处理哦，出去哦会继续歹判的。阿伯，阿祥因妈妈这后事是拜托你咧处理的，啊，即马变到安尼，你怕什么要哪做？唉，即马就要等啦，等恁两兄弟啊，若较心平气和的时阵哦，阿伯再过来一转，甲问看讲吼，要阿伯道出一下意见无，再过讲啊。安尼嘛好啦，阿华阿伯。你看代志演变了安怎，你才甲我讲，咱才保持联络啦。但你是咧讲啥戆话？咱住伫厝边隔壁尔啊，不管是嘛，听我联络吼。好啦，啊若用再来海钓场坐吼。再见。你啥死啊？你啥死？你啥死？阿狗啊，讲话嘛讲较好听，啥物你啥死啊？我无死，我坐伫遐听电话啦，是阿端死去啦。我知影啦，我想哦，阿成无伫因兜啦。阿成无在因家，阮当是走殡仪馆在甲因老母烧香啦。要若无，就是有代志出来办代志。无哦，我唔见人去阿成因家要找阿成哦，啊无看阿成哦。哦，迄阿华哦，迄声嗽偌歹呢，真歹声嗽。哟，阿伊是甲你讲啥？嗯，我听阿华迄种话语哦，看那袂输阿成叫阿华赶出去哦。你讲阿成叫因阿兄赶出去？哪会安尼啦？我下早才甲阿伯通过电话尔。我嘛唔知影。阿华就讲哦，迄间厝从今了无阿成这个人啊，叫阮以后要搁去遐哥哥店。讲这个话哦，啊想袂到讲哦，阿段爷过生日了，阿成甲阿华两兄弟啊感情煞来不歹。三哥，敢咪是因为阿成姓吴，阿华姓林，就是因为安尼。因才甲阿成赶出来。啊，就算讲因两个无共姓啦，啊嘛同款是兄弟啊。我咧想阿华可能是因为讲哦，伊认为因老母的过生日是阿成来造成的，所以伊才会对阿成无谅解啦。阿成伊即马无住厝，是会走倒啦。阿成哦，自从因母啊过生日了吼，规个人意志消沉啦。啊，即马佫有人遐赶出来吼，伊可能哦歹势来找咱啦。无论安怎，咱一定要把阿成找出来，绝对袂当让伊一个人在外口流浪。哟，咱讲流浪啊，什么人在流浪啊？这个啊，就阿成啦。今仔我去厝内找阿成的时阵，阿华讲无这个人啊。我咧想哦，一定是阿华把阿成赶出去。哎呦，哪要安尼啦？哎，老母都过生气呢。啊，兄弟嘛较好坐，啊无好坐无代志，啊记得搁咧冤家。真啊。我听阮爸咧讲啦，讲阿成甲阿华两兄弟啊吼，自细汉感情都无外好啦。啊，即摆四大人又搁过生日吼，无怪两兄弟啊冤家无人通可劝啦。哟，阿成走倒去啊？这我嘛唔知啊，所以我听到我们家咧讲，一定要甲阿成找着，莫去外口咧流浪啊。哎呀，哦，公司遮尔闹热咯，煞唔知影有人咧流浪哦。啥？有人伫外口咧流浪哦？这个，啊是毋是你搁再甲恁兄弟啊冤家啊？搁再有恁兄弟甲你赶出来啊？这够妖妖嘞！是啊，我一定有赶出来啊！是阿成咧外口流浪嘞！是阿成哦，莫怪哦，会遐尼早伊家己一个伫公园，踮遐咧乱乱踅。阿伦，你是讲你有伫公园看阿成哦？嘿啊！我透早去送杨玲的时阵啊，看伊家己一个伫公园吼，伫遐闷闷啦。啊，我遐搁当作吼，伊出来咧运动咧。啊，成是安怎甲你讲？啊，就甲我讲伊出来行行的啊。啊，落尾啊吼，我赶紧要去送杨玲啦，啊，我就先走啊。安尼关系吼，啊，成哥你啊，我紧来找。对是讲啦，你要去找伊哦，规是安尼啦，我带你来较紧啦。好啊好啊。我甲恁去。行，好，行。哎哎，伯啊，喂！
找一个阿雄哦，跟我三个人出去找啦，你看伊有跑无？啊阿雄哦，那啊家己行行哦，行无路，想要去找恁爸嘛，对无？啊，免紧留下，切切切切切。我嘛安尼想啦，啊是讲哦，加在是阿雄啦，但换作是这个，你伫公园乱乱说吼，凡是无遐尼侪人去找你哦。你叫啥呢？伊说我人缘足歹，拢无人会找我呢。无啦，我意思是讲，即个你捌路，知影安怎转来公司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免人去找你啦。哦。你老头这么听无理啊！死人啊，死人啊！那我即马是要去倒位？敢讲真正要离开水底了？我要落走，我袂用走，我袂当离开。就是这啦，迄阵哦，我送幺零的时阵哦，看伊家己一个伫这咧坐啦。看这病情哦，阿雄真走。原来哦，阿雄是去让阿兄赶出来哦。我才会想讲哦，伊透早哪会家己一个伫公园遮咧坐咧？还是讲哦，阿雄因阿兄是啥物理由，才把阿雄赶离开厝里啊？阿华就是去讲，因老母的死是阿雄造成，你才甲赶出来。嗯，啊，若安尼讲，庄仔内人讲的话毋真实的呢？啊，外口的人是安怎讲阿雄？啊，因就讲吼，啊，段二爷的死哦，是去予阿成气死的啦。啊，讲阿成不孝啦，明知影因老母有心脏病啦，还搁恁讲着因老母啦。啊，因老母唔得听一个气一个吼，心脏病发作。阿云，即款无证无据的代志，你莫乌白讲啦，你敢毋亲目睭看到？那因外口的人安尼讲，你着断定讲啊，段二爷是去予阿成气死。啊，规庄仔内的人拢嘛安尼讲。外口的人会安尼讲，是因为因无了解阿雄，才会误会伊。啊，你敢无熟悉阿雄？你敢无了解伊？伊平常时遐尼友好，咩了可能去是伊妈妈啦？我咧想哦，应该嘛是袂啊。啊，不过即摆哦，阿雄已经去让兄哥赶出来啊。啊，阿雄哦，假使若毋出面出来解释一件代志哦，我是惊讲哦，会去让咱庄仔内的人哦误会更加深哦。咱即摆上重要，赶紧找阿雄。阿姊啊，我咧边厝看嘛。啊，无我过来迄边找啦。先还好到这，阿兄刚骗五万块，到最后又是一个做死人，尽量再害伊，人也不用这样。高雅，做啥？高雅，你是要去倒位啦？我出来办代志啊。我听建良你讲，钞票已经还了乌面的啊，而且你搁在面头前答应要替乌面的向遐消息。两百几万，你敢无信？遐钱，我会常常想办法。也无安尼啦，杜尚之前都有讲，你搁等下 KTV 遐上班，你听杜尚的话，搁等下遐做好无？杜尚，我无想要再增加你的困扰，我的代志，我家己想办法解决就好啊。啊，你是要安怎解决啦？敢讲是你之前要甲杜尚借钱借无，你甲杜尚扣分是？杜尚，你误会啊啦。但我兄妹和你斗相共遐济代志，我感觉你都袂赴啊，我哪有可能会对你扣分的？你敢大爱斗相甲你拜托，你才庆幸？你拄则对转调出来，我毋是无看呢。你为着要替恁大兄形遐笑，啊！你有物件，等佮无物件，你才会甘愿？
物件无啊，会用搁再买。啊，不过人情只会愈欠愈多。等到我要还的时阵就好。多谢杜三的好意，我的代志我家己想办法。一拖沾过又搁一拖来，小菜卤蛋随意，小酒淌海。无论新婚关家是好是歹，任何伊爽快的，记下次要再来。